二善人。哎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哎呦，哎，还好还好，没人看见。哎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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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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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哎呀，摔疼我了，哎呀，摔疼我了。可算到了啊！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爱一下，爱两下，爱，哟，来人了！这是谁来了？哎，你好啊，啊？我给你家送米来了啊，快过来，哎，过来，哎呦，又掉了啊，哎，雷嫂，雷嫂，雷嫂在家吗？啊？啊？漏漏漏，真笨！是谁来了？大惊小怪的。哎，雷嫂在家呀？啊，我来看看你们啊。啊，是四少爷。您怎么过来了？快请进屋坐吧，快进屋吧。屋我就不进了，就在外面说吧。啊，更牙子，快给少爷拿凳子来。快点拿个凳子来。哎，好。哎，不要叫少爷了，都是自家人啊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更牙的这孩子啊，长得真快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也越来越懂事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他还拿着米，他想干什么？哎，这小牙子啊，嘿嘿嘿，哎，我来吧啊。破破，哎，这回啊，呛死我了，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坐啊，四少爷，四少爷坐啊。你坐啊，四少爷，坐啊，坐啊。哎哎哎哎，好好好好。大老远的，四少爷，您来是有什么事儿吧？是啊。有事儿啊，雷嫂啊，雷大哥他们都去世了啊，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啊，这不，今天过来看看，顺便给你们带点米啊。四少爷，您的好意我们娘俩就心领了，东西可实在不敢当。日子你们还得过呀，是不是啊？孩子也不能给饿着呀，你说是不是啊？
不行啊，东西还是请四少爷拿回去吧，要不然让更牙子给您送过去。哎，雷嫂啊，你这就是见外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雷大哥活着的时候啊，吃啊住呀的不是都是在咱家里吗？咱们是一家人啦，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雷嫂啊，我看更牙子已经长大了，可以做事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也可以立手立脚了，啊，雷嫂啊，要我看呐，你不如到我家帮衬帮衬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省下一口，孩子还有口吃的，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老太太身边啊，正需要有人伺候着，别人呐，笨手笨脚的，我还真没看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我看就这样吧。你说是不是啊？今天在家拾掇拾掇，明天一早就过去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那好了，我就回去了啊。看四少爷到家里来，连口水都没喝上。哎，没有关系，都是乡里乡亲的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明天早点去就行了，你说是不是呀？啊，那就请四少爷走好。少爷还有事儿吗？对了，还有事儿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明天早着点儿啊，你说是不是？看见没，还得是在外面学过洋学的，真是大善人呐。娘，乡亲们说他是假善人，可坏了，娘你可要当心啊。牙子家家的别乱说。哎，你明天别忘了把米袋给我带回来啊！雷母看着远去的唐四少，想起了丈夫和死去的孩子，明天又要到东家家去打工，家里就剩更牙子一个人，心里放不下呀。可是为了活命，